Hello， 你快呀、啊！必须快呀、啊！嗯，快点进屋吧。你好啊！你怎么来了啊？啊，让我来我就来了嘛。是光搁炕上趴着了，是早起来了？没有啊，主要是中午没地儿吃饭呢。你脸不红不白的哈？嗯，事儿办咋样啊？不，哎呀，这搁这个鼓球时间真长。完事儿了没啊？啊，完事儿就行了。嗯，你们还挺快的。哎呀，那块人一多，乱有点烦的很。嗯那天天老头老太太去公司不都在那块儿？你还不是人家都喜欢热闹，怎么你奶奶就热闹不了呢？你热闹不了，一人多都要烦死我了。热闹不了，下回山呢。一看人多我就烦了。你这。其实今天上午人不多，办这个的不算多啊，就是他一捣鼓捣鼓老长时间，老长时间。那肯定的，那整这整那的。你下午还干啥呀？下午采菜之前，反正还得买嘎的那个，就是五花三层那个肉，或者想做点红烧肉啊，完了还得买点方便面。方便下午我去给你买得了呗。不用，也不着急，那等到采菜时候吃。哦。嗯，等那时候一吃。那采菜的时候也没事，你采菜的时候你放着那放着呗。方便面放着行，我怎么我也得下来一趟，我还得想买点糕点。买点糕点啊？嗯，那得糕点到四月底那时候，糕点买早了放都放风干。糕点放不住，方便面也行。那我下午我给你搬箱方便面得了。不用，我得买两箱呢。买两箱。嗯。等我还得下来，你姑父25号还得去整他的那个工资卡去呢。哦，嗯，我明天上去。俺要出发了，这就走啊？啊，不得多待会儿。俺要返乡。返乡。返乡。嗯。哎呀，这是一会儿也不能多待。要返乡了。吃完饭就走。咱家鸡呀狗啊一大堆呢，那你咋整啊？那回去那没有食儿，不饿着吗？我大姑啥时候挖这么大大坑？嗯，昨天挖的。干啥呀？这是？这不，这是那块儿那年叫我摞上砖了，把那块儿给拱裂了吗？拱裂了就年年起虫害。他给这块都给挖开了，都给他抹布，垫上芦荟咋的就不起虫害了。真行，哎。哎呀，不整也不行了，不整他房子老，年年起虫害。哎。这你们是顺道下来采购一圈啊？妈，上这里采。啊？啊？你们这顺道下来采购一圈啊？啊？你不采购点儿？放上点吗？什么？还整上点儿了，把你的小包搁里头吧。搁里也没事儿。你拿那俩就行了。啊，咋字儿呢？哎，快给，没事儿，不用，它颠了不掉这玩意儿。那个系上了吗？没系啊。哎，这个油能出来吗？出不来。出不来。嗯，系上。往那边靠。一。天天有大车不坐，就非得坐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大车不是享受吗？咱不是不会享受吗？嗯、就是，那你不会享受，你有啥招啊？哎，这没锁上。这没关。过两天还得下来一趟。这油你我自己开车多方便吧，要不然还得等他。这我自己开回去了，说回来就回来了。粘的玻璃啊？不是粘的玻璃。就那个玻璃老要掉。上回掉一回了。啊，掉一回了的。我调节座就给颠着下来了。他给那块给粘个小棍棍。
吃完了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快回去了。出发了啊！嗯。妈，这个破大米，那个拿的回家沤了它。那个回家喂鸡沤它都行。鸡也吃。鸡也吃，没事。嗯。大米倒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味儿了。行，完事儿了。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嗯，一会儿也不多待了。这个钮还会用吗？你暂时就闭了，这发动机就不着火了。嗯。你开这就自动着火，开这就强制点火。嗯。知道吧？嗯。摁完就放。我这强制完了，我再给它摁平的。这你说一天天不会开车，这不也练出来了？嗯，不练出来也没办法。不练出来也没办法。嗯、鸭嘴串。嗯。干啥要给我们做鸭嘴串？我听说你们晚上四排五自带俩串才过来的。自带俩菜，拌吃呗，好吃啊，那就拌着吃，拌吃呗，啊，把那个烫了，然后那个蘸酱啊，蘸酱的怎么辣呀？摘的干净，买豆皮儿，都会粘干净的，那你买呗，买豆皮儿，卷大葱啊，你去买呗，对呀、啊，有葱有啥的，我就拌两，哎，我这也吃这个，那拌呗，它也不耽误啊，我给你整，哎，我愿意吃胖娃娃，胖娃娃烫出来，吃。咱晚上几个菜啊？晚上啊，晚上没有几个菜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啊。你姐就说要馋了，要吃排骨。完了，你娘这不就买的排骨吗？这晚上咱自家人还一桌。啊。啊，行。咱晚上几个菜啊？晚上啊，晚上没有几个菜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啊！你姐就说要馋了，要吃排骨。完了，你娘这不就买的排骨吗？这晚上咱自家人还一桌。啊！啊，行。你奶奶跟你大姑得踩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不到，还有个阿姨在那帮着踩。是吧？嗯。那地里老多了。行。那你就都包里就完事了，能出个三幺八。我就这样。一趟没啥东西，这玩意儿得上手，这玩意儿不用手不行。小杂手抓啥好吃？这抓才好吃，知道吗？抓的，它不那个啥。好，没事。抓有感觉。对，抓主要是抓有感觉。胖娃娃。抓没感觉。那你还要咋的了？这也太快了。熟了，主要是慢点儿。你们还吃不吃饭了？饭呢？你们俩在这干啥呀？我刚才跟娘说呢，娘的吃饭还是包完。我说凭啥不让我好好半年都没说好好在桌上吃顿饭？吃饭啊！吃饭。那我以为我整这么多菜干啥呀？我操！我干活了呗。我干活了，我就你干活呀、啊！人家咩个廖哥都不干活。你干不干活不吃饭了吗？去！一个睡到五点还讲座呢。贵哈、啊！你看你胖娃娃卷葱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就得鲜美。英子，你看我炖的排骨，你还嫌我多？你说啥呀？就这么一口，这一大盘子你还是吃完呢？我娘炖的是钢蒙炖排骨。对呀、啊，干不了。对，就全是排骨，啥也没有。昨天我炖的是干不了。是啊，猪炒、醋炒都是一个味儿。胖娃娃是猪炒啊？啊，小时候咱打猪菜不就打的胖娃娃？这啥呀？这是？那炒啊，那就是猪炒、啊，那也是猪炒，对，猪炒。尝尝猪炒好吃吗？凉拌的吗？哎呀，今天这菜吃的干净啊！我吃的就剩这样，这个玩意儿。我吃饭还是啊，对，快再吃。
我不行，中午吃饭就少一大碗，中午没吃，早上吃了一我吃饭这饭就半碗饭，每次就半碗饭。你中午吃饭，你血糖不低，他妈就见鬼！你吃饭血糖能低吗？不蠢，我喝啤酒的，哎呀。